对了，它是变长了，没错，对，因为我们公司叫长龙，肯定是越来越长，哎，对，观看时间长，我们从下午的1:30看到下午的4:30，是的，沉浸式去体验一下看魅珠，对，当然每次进去的游客还是可以待3分钟的，哎呀，哎，没错，对，很幸福啊，魅珠，不是魅珠的，这个是国庆，国庆，你不叫魅珠的国庆，你这个猪你不要坐到桌子上，很危险的、啊。再扩大一些，但是不会哦。那、你看敲锣打鼓的，其实国庆在内饰里面呢、啊，饲养员呢跟我说，他想好好的搞卫生是不行的。我们的国庆总是会趴到网边，然后把他两个手高高的，一高一低的，然后再拍打的内饰的门。诶，说对，让饲养员集中不了精神。你再不喂我，我已经饿了1分钟了，我要拆家。喂，嘉宾啊，喂，找我啦，我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去区里了，回来吧。快插那地游戏。你在。新车也这样。亲，不去区里了，回来了。他说你在区区，我不理你了。亲，过来吧。你在区区，我回内室了。我回内室了。不区里了。过来，亲。过来。哎呀，你不是妈宝女，你不是断奶困难户。啊？你是春花。啊，魔镜，谁是这世界上？啊？你是巨婴宝宝，好吗？回来吧。他说回不来了，就这么躺着吧，回不来了。爱了，爱不多了。开餐吗？哎呀，太可爱了！正在抓痒痒啊，你看，那熊猫呢？如果腿痒痒的话，它是会用另外一个腿去抓痒痒的。对，这样就显得非常的淑女了。当然，也有大熊猫是用手去抠痒痒的，还用嘴。对，如果腿痒痒，它是用手去抠的；屁股痒，它是用手去抠痒痒的。那到底那个是哪个大熊猫呢？哎。用嘴咬的是龙龙。Hello， 直接是被剥了，直接被剥。椅子差点忘了。哎呀。下午茶。这是零食。哦，这是零食。对，因为今天我们的国宝区公务员休息。哎呀，叫了，咪咪叫了。大师都没做好看的果盘。对，大师在的话肯定会做好的。对，为什么没有好的下午茶？因为大师休息了，只能说。大师没有假期了。有。下个月开始。因为没人约。哦，不是，哦，不是。哎，说错。有人约。哎呀，不要乱说话。大师等一下潜伏在直播，我们的直播间就麻烦。对，大师很忙，没错。对，大师很忙。对，大师很忙，有人约，所以要休息。喂食，来台湾。哦，我会放假嘞，放假等你上面。好。亲亲。对，大师在深造，在等深造。哎呀，我说错话了，大师。哦，好冷的一个。我喜欢的地方。哇，不愧是，真的假？不愧是，真的假？你好犀利，好犀利，国庆话点解嘅？点解咁话我嘅？爬上去啦！
庆庆，你的食物都放在龙椅上面了，刚才那个保育员过来把你的食物都放到椅子上面。大熊猫呢，它是会通过嗅觉呢去寻找零食的，它们的视力都很不好啊，因为它们善于在高山密林里面走动啊，所以眼睛呢也是近视眼啊，天生的近视眼。它们会通过灵敏的嗅觉去寻找零食。我们看看我们的国庆是怎么寻找到零食的。现在我们看到的国庆呢，是出生在2019年的9月30号啊，马上就到他的5周岁的一个生日了。对，寻找零食在哪里？闻一闻，用鼻子多闻一闻去寻找。其实食物呢，我们当然是可以直接放到大熊猫的面前去的，可是我们为什么这样做了？其实呢，是让我们的大熊猫呢尽量提高它们的一个活动量，我们会把零食呢藏起来，进行一个藏食的一个蜂拥啊，让它用多点时间去寻找一个零食啊。对，提高它的一个运动量。对，绝对是用心良苦的，就跟我们的医生一样，虽然他说的话都不好听，其实内心是真的想你好。对，现场来了一片的惊呼啊，其实这对于吃奶吃了3岁半的国庆来说，这些只是洒洒水了。对，洒洒水，对，很简单。大熊猫呢，它们是非常善于攀爬的，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它的一个手指甲是非常锋利的啊。哎呦，国庆，看一下有多少零食，我要扒拉一下。哎呀，一个脚已经跨过去了，好，我继续吃回去。哇，一点难度都没有，三个脚都可以吃回去啊。没有什么是国庆做不到的。好脚哟。对，只有国庆想不到的。这只是真的是像公园里面耍太极的大爷大妈一样啊，非常悠闲自得的。悠闲自得。对，我以为他要跨过去了，都已经过去了两个手一个脚了，谁知道还是可以撤回去了。其实这个房子啊，真的是非常适合我们国庆的一个腰部的一个轮廓啊，他非常喜欢坐在房顶上面，感觉就是为了他的一个腰部做的一个量身定做，符合我们的熊身体学，熊身体学。好，你看国庆的小眼神滴溜溜的转一下，看奶爸给我准备什么零食。喂，那你不能送黄金的哦。你干嘛了亲？哎呀，屁股掉下去了。要不上你的龙椅吧，又吃回去吗？好，继续吃回。好，手够到了，他就绝对不过去。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小脚一蹬一蹬了，哎呀，爽歪歪的，特别喜欢他撤回去之后那个脚还要蹬一蹬。哎呀，要拍个视频去。哎呀，我真的很想走的，国庆已经都到时间了，我想走了，能不能配合我一下？你睡个觉吧，不要把我硬控在这里。”对，国庆你太快了，哎呀，把我控在这里，可是我又好喜欢，哎，怎么搞？你就上龙椅吧，亲。对，看一下什么零食。好，吃回去。好吧。哎呀，这小脚脚无敌了。
爱了爱了。好吧，时间到了，继续往前走了，拜拜了，过去慢慢吃吧，慢慢吃慢慢吃。国庆头上那个呆毛什么手感、啊、什么手感、嗯、一样啊，没什么感啊。那一搓怎么那么特立独行啊？我早上才搓了两下还行。拜拜拜拜拜拜。妈 Hello Hello、刚才看到了我们成都基地里面，听说是看熊猫跑步最快的一个主播，在跑步最快的。哎呀，看到一个大主播，因为你会搞丢丢了就没有了。我什么时候可以跑得像他那么快？对呀、啊，直播间都很多人知道了，给大家抽福袋。抽福袋是吧？是的。抽什么？抽熊猫哇的公仔。哇，还有个苹果哎，苹果送的吗？苹果送的哦，草莓。草莓哇，这个草莓送的吗？眼神里面肯定是因为有了我，所以才看错了。好吧。呀，这个是草莓，没错。对，因为你已经在我眼里面占据了所有的位置，我其他都看不到了。哇，你就是我的全部了，已经是。哇，哎，你就是我的天长地久。对呀、啊。哇。来看一下。那可以点点赞。哎呀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姐夫嘉禾。哇，嘉禾这个坐姿真的是四平八稳的那个，很有大爷范哦。是的，来到广东的熊猫感觉都广里广气了。对，广里广气，姐夫葛优瘫。那什么时候给大家送福袋啊？点大家点点赞，点赞到400,000行不行？大家肯定行啊。是的，对呀、啊。钥匙扣啊、那个是七仔同颜色的那个钥匙扣。对，麻烦进来直播间的朋友啊，帮忙把小赞赞戳起来啊！是的，感谢大家。对，我来倒数一下，麻烦大家动动你们的发财小手啊！准备好，3、2、1，把小赞赞点起，点起啊！是的，这一款这个是旅游款式的，就是大家买酷酷包也送这个，这是一个挂件，对，挂件钥匙挂件。妹妹。买酷酷包日常的话呢159，今天在直播间138，我让人改一下价格。总是有很多粉丝朋友啊问我们的嘉禾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啊。其实嘉禾作为一个刚来广东这边的大熊猫啊，他对于这边的生活也是熟悉的很快的啊。本来以为他刚来我们广东这边呢是先会去吃一些竹叶的啊，因为肯定是慢慢从竹叶开始，没想到我们的嘉禾呢最先喜欢上的是我们广东这边的一些竹竿的，因为我们这边的竹竿呢是比较厚的，比较厚的。哎呀，嘉禾这个姿势好妖妖哦，好妖妖。哎呀，好长一条哦，好淑女啊这姿势。这姿势有点像媚猪的背后哦。对，有点像媚猪，太妖娆了。对，像不像你啊？像，我还想着说像大师。大师回来会说会把我拉去雕刻的。对，对，嘉禾其实熟悉这边的生活熟悉的挺快的，他慢慢吃这边的竹子，然后慢慢的就开始越吃越喜欢吃很多，包括这边的一些丰容也很快能够去适应，包括那边的哈境。我只是知道嘉禾在四川的时候很能吃，可是没想到他这到这边的时候是非常的能吃，一如既往的能吃。对，现在每天都要吃很多。其实大熊猫呢为什么这么喜欢吃竹竿，这是一个食物的一个选择性，它选择吃了一些其他动物不吃的一些食物啊，然后成功的把自己这个这么优秀的基因在地球上存活了800万年的一个时间。他们的独居也是因为竹子的话有些地方会比较少。对对对，是因为独居是因为一个熊猫基本上就要占据一片的竹林，竹林 对, 对，
因为竹子它本来可以提供的养分就比较少，而且大熊猫吸收的又是更少。对，植物好像我们说了吃进去多少了也好，它只能吸收17%左右的一个营养啊。嗯，而且大熊猫的肠道本来就是比较短，对，食物往往进去其实都没有经过太多的消化就会被排出来，那大熊猫为了生存又不得不继续吃很多的竹子。诶，那大熊猫的它的那种就是领地意识是大概多久的时候会出现呢？就不算那些特殊情况的下三胞胎啊那些吗？对，就正常我们看到的那些大熊猫领地意识的话，好像我们的艇仔龙仔啊他们是在4岁，差不多4岁时候分开的。哦，三胞胎呢也是4岁多，对，4岁多快接近5岁的时候分开的。嗯，往往是两个雄性之间的争斗它的意识会更强一些，因为在雌雄两性之间呢，他们的相处往往如果有争斗的时候女方会选择躲避，会躲避。对，所以三胞胎的时候为什么他们相处的时间可以久一些，因为有姐姐在中间起到一个磨合的作用。譬如弟弟打哥哥打不赢他就会过去打姐姐一样，分散注意力。对，分散注意力。然后弟弟还有一个打得差不多的时候，姐姐又会过去帮忙。哦，帮忙。对，来神来一笔也是有的。彤彤姐姐说，我的作用原来是这个样子。对，好好好，就是这样子，比较有名。对，比较非常有特色。然后我们刚刚有位游客说，看到的媚猪以为是三胞胎，说，10年的长才长这么大，对，给我惊呆了。没有啊，那个是我们的萌萌的宝宝，对，就是我们的嘉禾爸比熊啊。对，现在嘉禾在熊猫餐厅这边上班了。哎，给宝宝给媚猪挣奶粉钱。对，其实嘉禾从外形上是很容易辨识出来的，它一个耳朵很大，耳朵还有后面的肩带，对，肩带会比较窄，看起来天鹅，对，看起来脖子会比较长，是的，脸型、额头都非常明显，对，额头比较明显啊，脸型的话是自带腮红的，对，对，很好看。而且尾巴，嘉禾的尾巴我感觉是看过真的是比较长的，尾巴比较长。诶，那我们媚猪的话刚好它的那个尾巴像妈妈，肩带像爸爸，尾巴它是像妈妈，到末端的时候有些黑毛在上面，对对对，后腿根也是像妈妈，有一撮白色，对，有撮白毛，脚踏祥云，就以后的话大家等它长大的时候就非常方便去辨认了。对，大家从小就已经知道它们两个的区别了。对，萌帅酷的时候是差不多接近5岁时候分开。5岁的时候，有5岁的话，相当于他们的亚成年是吗？差不多，亚成体，亚成体，哦，对。对，进来直播间的朋友，没有关注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啊！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大熊猫嘉禾，一位来自于四川的帅哥啊，已经在广州长隆这边居住了好几个月了，也在广东这边过起了他第一个的9岁生日。是的，对，在广东过生日。对。生日有蛋糕吃，有蛋糕，对，好看的一个蛋糕，没错，非常好看。上面我们的大师还给他雕画了非常多的一些，很好看的一些图形在上面啊。是的，非常精美的蛋糕。对，嘉禾是长隆的豪门女婿啊，豪门女婿。嘉禾爱撒娇吗？其实还行吧，有时候会听到他的咩咩叫，可是他对于下班是有很强的时间观念的。下班，因为他会敲门。哦，就到点。之前粉丝说我还不相信，我说嘉禾这么温和，不会敲门，不会敲门。谁知道那天下班就晚了一点，他就在那边咚咚咚咚咚，咚咚咚咚咚咚。咚咚咚！我要下班，我要下班了。对，我还没到下班呢，嘉禾，你不用，你继续慢慢吃。没到下班点，还没到。他仿佛是听到了。没有去区里啊，没有去区里。对，
这个就是他在广州过的第一个生日，然后给他做的第一个蛋糕。对，这个蛋糕非常的好看，非常精美。还有花花，还有胡萝卜，竹筒。哎呀，嘉禾也挺喜欢吃黄金竹竿的。对，挺喜欢吃黄金竹。对，这些黄金竹竿是跟萌萌是同一个味道的。呀，爱的味道。对，因为是萌萌，这是萌萌的竹竿，同款竹竿，同款竹竿。对，不过萌萌吃的是今天现砍的，这个是昨天砍下来的。哦。对，我们的萌萌天天要吃新鲜的，吃不完的就给嘉禾给国庆吃。对，真的很好啊！哎呀，在这边。是的。好吧，继续往前走了，拜拜，嘉禾拜拜，我们进熊猫村去了。是的，走路。对，进来的朋友啊，千万不要把忘了把小赞赞点起来啊！没错，等一下会给大家继续抽取我们的福袋。那现在我们到200,000个赞的时候，继续给大家抽取我们的科普书，好不好？书，对，大家先加把劲啊，把科普书点起来，点起来！我来倒数一下，200,000赞洒洒水了。来，3、2、1，来，开始，开始啊！把小赞赞点起来，点起来。哎，科普书哥，你那还有吗？科普书那边不多了。不多了。对，不多了。哇，对，刚才看到温浩小姐姐，你怎么不问她？哦，对哟、哦。对啊。哦。温浩小姐姐不是有很多？对。可能有很多。对呀、啊，我还想着说，要是还有的话，我就开车来拉两下。哦，开车来啊。对，今天。那你可以开回去了。你可以开回去了。Oh no。对，拿个两箱回来。对，你开个电动车过来都装不满了，你还要开个车过来？没错，你想多了。你来看一下宝宝了，宝宝在这儿。庆 BB， 国庆宝宝在这儿，那、啊、在悠闲的吃的竹叶呢？是的。哎，继续往前。继续向前。玫瑰飞的鼠标店还有吗？这要问的店主。鼠标店现在已经在进行补货了。然后有改进吗？嗯，还是之前那一个。哦，好好好。对对对，因为要新的鼠标店的话，审核的时间，然后再加那些打板弄样品，然后再提交上去要很长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店店。没有没有。来看一下我们这边啊，其实现在刚刚长出来了非常多的竹笋啊。对，看有没有，你看。这根竹笋就长不大了，就长到竹丛里面，我觉得它肯定长不大的。哎，这种是什么？甜竹笋啊，它晒不到太阳。我觉得这种甜竹，甜竹。这种大大个的是甜竹是吗？对。那个笋真的是不合群，我觉得它不合群，一根独苗。一堆的竹竿里面有一根。对，是独苗。这种是甜竹笋。